到2001年嘅第七题啦，咁就话咧喺一个嘅立法会选举里面啦，咁有48% 支持 A 政党，39% 支持 B 政党，13% 支持 C 政党。咁就话咧，喺投票嗰日啦，咁咧 A、B、C 政党里面，咁咧就会有65%、58%、50% 嘅支持佢嘅选民咧去投票嘅。咁即系呢个系之前嘅百分比啫。咁但系之前支持佢哋还支持佢哋，咁就有投票就还有投票。OK。咁跟住 part A 就咁樣講嘅，假設今日有個人就有投票，咁就問我哋咧，佢係支持 B 政黨嘅概率係幾多嚟嘅？咁所以其實我哋係 P 括弧啦 ，OK，given 咧佢係有投票，咁就 fold 啦 ，OK， 咁就問支持 B 政黨嘅概率係幾多？咁所以其實今日嗰份冇咧就係、有投票咯，咁分子就係有投票得嚟咧 ，OK， 佢咧係要支持呢個嘅 B 政黨嘅。咁所以分母先啦，有投票，咁所以咧就會係支持 A 政黨就 0.48， 然後有投票就 0.65 咯。咁然後再加翻支持 B 政黨，然後有投票咯，再加翻支持 C 政黨，然後咧有投票。咁分子就係支持 B 政黨又要有投票，咁所以就係0.39乘翻0.58嘅，就係咁啦。咁所以就撳一撳機。0.39乘0.58除翻括弧0.48乘0.65加0.39乘0.58加0.13乘0.5，咁出嚟答案就系呢个数啦，咁就会系3/8嘅，就系咁啦。